噔噔噔噔，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这怎么穿啊？这样穿啊？哎呀，今天的主题可是泳装派对，你就穿成这样，这样怎么行啊？有那么好的气质，当然要穿出来给大家看看啦。可，我现在下去还有事情，你必须把它给我换上。等下我过来检查。哎，走啦。瑶瑶，给我换上。瑶瑶。这也太暴露了吧，瑶瑶！这么好的身材，不露出来，太浪费了吧？姚君墨，林维玲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在国外留学，刚刚回来，想不到你的身材跟学业一样，达到了国际水准，完全具备流行的骨感美啊！嗯，我可不是恭维你哦。换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见过了吧？哎呀，快点 ，party 开始啦！快点。姚君墨先生，还有我的好闺蜜林维玲小姐都回国了，所以为了庆祝，我特意办了这个 party， 感谢大家来到这儿，稍后还有惊喜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嗨起来！什么呢？来，那边是你朋友啊，不如我们一起过去啊。没兴趣。徐冉，我们可以合个影吗？对啊，可以合个影吗？请问可以和胡总一起合个影吗？不好意思，你们拍就好了，不打扰了。谢谢啊。自助餐就来。Thank you.
你应该记得，我们是按小时收费的。现在我需要你的服务，到自助餐去。林文林，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请问胡总，您有什么需求吗？就帮我拿个松饼吧。好。松饼。怎么没有奶油？还有 cheese， 还有胡椒粉。吃松饼配胡椒粉。我口味独特，不行吗？嗯，我要胡椒粉、黄油、cheese， 还有你们这里所有的酱都给我来一份。哦，还有饮料和餐巾纸，谢谢。来，小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胡椒粉、黄油、cheese。番茄酱、草莓酱、千岛酱，还有饮料和餐巾纸。您还有什么需求吗？嗯，暂时就这样吧。好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记今天为你提供的服务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还了3600块钱了。怎么可能那么多？让我看看。胡千羽，星期一上午买矿泉水也要记一次，星期二下午送外卖也要记一次，刚刚帮我开车也要记一次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按小时收费，不是按次数收费，现在通通不算。以后需要我的签名才能生效，给我重新记。哎，胡千羽，你还给我！哎，我重新开始记。胡千羽，你还给我！到处在找你们，怎么在这儿啊？肚子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别吃了，有好玩的，来，梅林，快点！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次 party 的重中之重。大家都知道，瑶瑶小姐一直热心于慈善，因此特别筹备了本次慈善拍卖会，所拍得的善款将全部用来医治山区患有唇腭裂的小朋友。那么接下来，有请我们今天的商品上台。在我们这里，就是我这个。胡总，帮小朋友献点爱心吧。我捐你钱不就行了？但是现在就派你出马，加油！嗯，好好表现。你觉得要不要上去奉献一下我自己？你啊，谢谢，算。哎呦，你不要跟我客气，为你帮忙是应该的。你看台上那些人，哪有我机灵活泼呀？想要得到好价钱，当然要重量级的人物出来。嗯，还是我最有色相，知道吗？哦，耶，耶。算了吧你。好，活动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我们第一位帅哥上台。好，你的身份是网球运动员，你愿意花多少钱和我身边这位帅哥共度美妙的一天呢？好，现在可以开始叫价了。500，1000，哎，怎么样？
有没有喜欢的？对了，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感情方面的事，或许我们两个还是好闺蜜呢。老实交代，你可不要告诉我，你连个初恋都没有啊！好，现在已经有人出了两千五的高价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成交！来，跟我走。您看台上吧，到李总了。去。有请下一位俊男上台。哇！我学的是航空科学和工程。哇，这个专业比较少见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他是研究火箭跟导弹的。研究火箭和导弹的是一位极品啊！姑娘们，要抓住这个机会哦。好，现在开始叫价。5000、8000、10000。哇哦，果然学导弹的就是有魅力啊！别扯开话题，难道真的没有感情经历啊？贩卖女的呀，叫下一场吧。着什么急啊？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有遇到过一个比我大的。大多少？20岁。大那么多，那真是大叔了。我怎么从来没听提起过？我们两个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，我很难过，所以就没有告诉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现在已经过去了。你看台上有那么多优质男，喜欢哪一个我会帮你。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台上只剩下3位帅哥了，那你们的特长是？我什么？你说我？哎呀，他的特长是黑着脸。树伟这句话说的倒挺对的。黑着脸，不错。那您的特长是？我能令所有女人快乐。哦，能令所有的女人快乐这个特长特别吸引女性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她的才艺，给出你们的价格。你不跳舞吗？那我来吧，朱威。OK， 1 2 3 4。现在到了我们特长室黑脸的这位先生了，现在开始开价吧。1万、15000、2万、3万。不错。3万。哇哦，到3万这个高价了，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呢？还有吗？可以出钱买自己吗？不成，这回坏了规矩，还会让你台下的铁粉大失所望。还有吗？价已经出了这么高了，3万了。5万。哇，5万，已经出到5万了。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？还有没有？6万。哇，6万，6万。这
出15万。哇，15万！抱歉，这位小姐，现场只收现金，所以能拍到我们黑脸先生的是瑶瑶小姐。在你心中就只值200块吗？再加50好不好？200已经很多了，我现在又没钱，还欠别人钱。可是这样我很没面子嘛，哪怕你再多出点，后来我再补给你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拜拜，李总。哎，是你啊。今天玩得很开心吧？对呀。李总，这是你的围巾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谢谢。哦，没关系，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你做的用户反馈我已经看了，非常的不错，对今后的产品推广很有帮助。那都是应该做的工作，没什么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哎，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？你也早点休息。你还好吧？千羽，今天都没拍到，真的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小事。我今天就不送你回去了，因为我还有事。啊，好啊，那你路上小心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再见。谢谢你，李总。啊，没关系。其实以后你不用叫我李总，叫我沐晨就可以了。那你以后叫我维林就好。啊，好。喂，看什么呢？听说陈叔最近在休假，那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？探听陈叔的班，先帮我开这一阵子。哦，那今天晚上你自己回去吧。
接一下你的司机，不介意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已经搬回来了，还要去哪？嘘，秘密，不会不答应吧？啊，这你都同意啊？林威灵，今天你老板把你借给我当司机，对不对？千羽，别反悔哦。走吧，拜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今天正好我也没开车，你送我啊。哎呦，老板，我刚才喝酒头好痛啊，要不然把我也带上吧。好了，别装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沐晨，你觉得我是不是要换一个造型啊，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？为什么？不然刚刚为什么没有人拍我？一定是今天穿的衣服不对。哎，人家林威灵不是已经把你拍了吗？哎呦，可是那价也太低了吧，你们都比我高啊，尤其是老板，你不懂，你看好。那难道我们两个长得有什么差别吗？哎，老板，你看起来好像情绪不太高啊。没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不会说出去。去，又知道什么了？你。You 如此疯狂的中了毒毒毒毒毒 ，I'm going crazy over you 主人的天中传说中的幸福 ，Yeah。能请到老板的代驾，真的很荣幸啊。姚总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？叫我君莫，不然多生分呢。君莫，我们去哪儿？回你家。去胡宅。对啊，去胡宅，送你回去吗？送我？对啊，借花献佛，请你代驾把你送回去。哎，我们上次见的时候你还在读高中，哎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啊。你这次准备要长留吗？啊，我那天看到报道，好像你跟胡董事长有一些误会，不要紧吧？那都是网络上传言的。那就好，毕竟你是在胡西阿姨家长大的嘛，都是亲人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嗯，谢谢。梅姨，你知不知道我中学的时候毕业册在哪儿啊？哎，我怎么见过？自己到书房找呗。谢谢梅姨。回来了，我很想你。
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？不是，梅姨，你听我说，我刚刚不小心碰到他。我说什么说呀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一回来就没有安宁的日子。那是你爸呀。不是，我只是一不小心碰了一下，他就掉下来了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在那抵赖，相框挂得好好的，一回来就掉下来，你真是个丧门星，有你没好日子过。怎么了？胡董，你看呢，他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。心怡，你倒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不就是相框摔碎了吗？换个新的就好，吵什么呢？赶紧把地上扫一扫，别再伤了另外的人。胡董，就这么算了。扫把星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心怡，刚刚的事，对不起啊。我已经打过电话给画廊了，明天一大早就派人来修，换个画框就行，不用再多说。心怡，我知道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传言，说你。说你抢了我爸的股份，但是这些我都不相信，因为你从小把我带到大，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你，所以，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你的清白的。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，不给我添麻烦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就像刚刚，如果你不到处乱跑的话，那个画框也不会摔碎了。我不需要你证明，管好你自己就好了。我想睡了。最近邱志新的动作很多。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发动了很多媒体，想要跟我们作对，但是因为没有得逞，反而更加不服气，说要抛掉手上所有的股票跟我们作对。但是要收购邱志新的股票并不是个小数目，有人感兴趣吗？他倒是见了几个人，但是没有谈拢。不过听说乔丽很感兴趣。这几年，环球一直被我们恒盛在打压，为了报复我们恒盛，他们不断的在收购恒盛的股票。现在这么好的机会，他是不可能松口的。是谁在负责这个事情啊？邱志新这个人戒备心非常强，不过他唯一信得过的就是他未来的女婿黄浩然。我已经找人留意他了。千万要小心，绝对不可以让乔丽得逞。我先去公司了。
哎，对了，上次林威灵他生病是个意外，现在他身体应该恢复的不错了，而且适应期呢也快到了，别让他待太久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去吧。胡总，邱志新是不是和心仪不和啊？你听谁说的？那天记者会就是他叫我过去的。我看到记者为难心仪的时候，他还挺得意的，所以在想他们两个是不是不和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再问了吧。怎么没看到李总啊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李总啊？上次他借我的围巾，我还没还给他呢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听说李总养了好多花，一般中午的时候啊，都会去花园浇水的。啊，要是上一次那杯咖啡洒在我身上就好了。是你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，在公司里面，你不用叫我李总，叫我沐晨就可以了。工作的时候还是叫你李总好了。对了，这个衣服终于可以还给你了。啊，没关系了。怎么样，你咳嗽好点了没有？嗯，已经好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没想到你真的很喜欢植物啊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家在英国海边有个农场，每年啊都会种一些各种各样的植物，后来到深圳以后，每年回家都会带一些花花草草过来，只要想家的时候看一下这些花花草草，心里面就会舒服不少了。李总，送给你一样东西。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常常想家。有一次我和朋友去海边玩，就录下了海浪声，每次只要听到这个声音，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不开心就都被冲淡了。想家，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的煎熬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谢谢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我来恒顺上班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我都没有好好谢谢你。没关系的，其实你表现那么优秀，等你过了试用期以后，我会申请把你调到别的部门，让你更好的发挥你的能力。要不要听一下？啊，
好啊，哎，一起听啊。在听什么呀？舒维，啊，打电话给林威玲，让他去寄一份快递。寄快递？秘书处不是可以寄快递吗？干嘛让他寄啊？他的试用期快要过了，总不能让他一直留下去吧？也是。对了，嗯，让他先去买份快餐吧，记得要清淡滋补一点的。你中午不是已经订了餐了吗？我喜欢让他去。哦，好。不错。喂，王特助。林维玲，胡总需要订餐，要麻烦你跑一趟了。胡总订餐为什么是我来买啊？员工就应该服从命令，一个小时之内必须送到。从现在开始计时啊，不要迟到。哎 ，OK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啊？哦，好吧，你先忙。再见。胡总的饭，刚才不是说一个小时之内要买回来吗？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，胡总是不吃冷掉的菜的。可是我已经尽了全力了，而且路程那么远，就需要那么多时间。我不觉得一道菜五分钟前、五分钟后能有什么差别。如果胡总不满意的话，我下次可以加速，但这次我已经尽全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昨天帮了我一把的份上，过来吧。放那儿吧。吃点滋养的，补一补吧。那个给我。什么？本子。不是说药物签过名才算生效吗？吃完之后，让你抵消一次代价。
林文林，过来一下，这里有份快递，你去寄一下。 是快递公司吗？我在恒盛后勤部，我有份快递要发。嗯，到时候我在办公室。好。Sorry， 小姐，你的东西呢？ 谢谢，不客气。您好，请问谁刚才叫的快递？喂，你好，是我，王淑薇。 为什么我丢的钱包会在胡总那里啊？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为什么我在飞机上丢的钱包会在胡千羽的办公室里？我说为什么我的钱包会在胡总那里啊？你说话呀！喂，我信号不好。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见面再说吧。 林文玲好像发现钱包的事儿，需要我向她解释吗？不用了，反正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代林文玲向你道歉。林文玲，你昨天是不是往翔宇广告公司寄过一份快递？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林文玲。 今天早上，公司接到一个电话，说你将一份装有 SuperVision 的设计图纸寄到了翔宇广告公司。幸好我们公司跟翔宇一直是合作公司，对方也已经将图纸及时的退回。但是你知道，对于恒盛来说 ，SuperVision 的设计图纸属于极度机密，是绝对不允许透露的。考虑这件事产生的严重后果，人事部决定不能让你通过试用期的考核，并且请你准备好。 随时配合公司对此事的追查。哎呀，你怎么能犯下这样的错误呀？那个快递是胡总给我的，我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你看看你，还敢把责任推到胡总身上？胡总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秘书处负责的，怎么会让寄快递呢？我要去找他，我会向你们证明我的清白的。胡总，我有事要问你。昨天给翔宇的快递是你给我的。 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请你向 HR 解释一下。我日常的工作都是秘书处理的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找我秘书。袁玲，你，哎呀，快走吧！你以为弄到胡总这儿有用吗？快走，快走！你明知道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为什么不替我解释？我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？你身为一个基层员工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 千羽，是我忘了，昨天那份快递是我请威灵帮我寄的，本来想寄下个季度的推广方案的，我太忙了，居然会犯这种错误。好，既然是个误会，那就算了。菊梦，你要负责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不要扩大影响。好。 我会处理好的。胡总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要请我吃饭哦。嗯。请刷卡。请刷卡。姚总，你看一下，要点什么？嗯。是。 不要难过了，本来做了一件好事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你。
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就要离开恒盛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今后见面时间很多，以后也需要你的帮忙。好了，我不客气了。老板，要不要今天我再给林维玲打个电话，让她去买饭？这次给她规定半个小时就必须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嗯，千羽，都有徐冉大明星的陪伴了，就把维玲借给我吧，省得打扰你们的两人世界。没有什么两人世界，我们是谈公事的。千羽平时不是这种人，没想到他对维玲这么苛刻。我猜呀，应该是他们两个星座不合，最近水星逆行，诸事不利。啊，对，你看，我这儿有关水星逆行对十二星座的影响，我给你念念。水星逆行于处女座的福德宫。走吧，拜拜。你会启动改革模式。哎，别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不听算了。好的，下面我们继续了解台风凯欧的消息。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，在登陆菲律宾之后，今年第十五号台风凯欧于今天的9:40前后，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再次登陆。登陆的时候强度为台风的级别，中心附近最大风。这组画面拍得非常好，很具有科技感。跟我们 SuperVision 的产品主题非常的符合。嗯，对啊，一会儿我们要去见的一个摄影师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已经跟他谈好了，到时候我们的正片广告也请他拍。千羽，上次 party 的事我好难过，都没有把你拍走，特别想补偿你。没事啊，怎么开车的你？刘玲，刘玲，你干什么？你的代价还没有结束。我不想打扰你们，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，车我不给你开了。千羽回来了。妈。嗯。吃饭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梅姐。去端碗汤给千羽。哎，好。找到他没有？还没回来。没回来更好，外面的风大，把他刮到美国去才好呢。千羽啊，我去给你端汤。谢谢美姨。上车。
瑶瑶，我琳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他下班的时候没有跟你一起走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，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谢谢。 谢谢。吴千语最近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他好像对你特别的严厉，他只有你一个妹妹，怎么不懂得怜香惜玉？哥也是为了锻炼我，我刚开始工作，也没什么工作经验。 确实应该多锻炼锻炼。哟，千羽啊，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文件放公司了，我去取一下。哎呀，外面风很大，小心点啊。 这么巧啊！知道我要来，帮我开门。怎么？去哪儿啊？文件放在公司了，我现在去取一下。哦，好。谢谢你，再见。拜拜。 说要找我出来谈公事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现在半夜三更，找我出来兜风，晚上风又这么大啊！老板，是我最近做错了什么事吗？你会不会觉得君墨对文玲有一点太热情了？ 太热情了，没有啊，他对大家都很热情，他对我也很热情，今天还跟我聊星座了。不是，你记不记得上次在姚家开 party 的时候，君墨把维林送回去，我今天回去，君墨又把他送回来了。这怎么？你们不是从小就认识吗？他把林维林送回去，这很正常吗？哦，老板。 原来你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呀，老板，我也是个有家庭、有个人生活、有女人追求的人呐。下班以后你这样随随便便把我找出来，就不怕我这个时候不方便吗？再说了，老板，难道我在你心中就是这么一个八卦的人吗？这些事情你要问，你应该去问女人呢，应该去问瑶瑶。 怎么地方？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这里是我们家的一套公寓。既然你已经被赶出来，今天就住这儿。这里有机票和支票，请你明天马上离开。胡千羽，同一个招数不要对我用两次。
从我在美国踏上飞机那一刻起，你就不断阻挠我回国。我回来只是为了亲情，为了找家。在心仪没有见到我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亲情，如果你真的在乎亲情，就不会暗中抢购黄浩然的股份；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家，就不会被反动派利用不断的来攻击我。林威凌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如果留下来的话，事情只会变得更加糟糕。光是你创始人孤女的身份，就可以让恒盛纷争不断，流言蜚语还少吗？我对恒盛没有贪念的，外界说的那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相信。说什么新一五年前杀死了我父亲，还夺走了我的继承权，难道你信吗？我没有时间再陪你废话。我在网上帮你重新订了机票，班机时间明天早上9点。你的真心，就留在机场见证吧。我说过。我是不会离开的，林维玲，你能想出100种方法留下来，我就有101种方法可以赶你走。这一次我必须留下来，因为这是你5年前欠我的。林小姐，走吧。林律师，你再让我等一下好不好？就等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你必须要走。走吧。林律师，你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，你看着我长大，我求求你再让我待一会儿好不好？就一会儿。好了，你别再为难我了。林律师。这么久远的事情，也要翻来覆去说个不停。难道说，这么拼命的想要留下来，是想重温旧情？怎么可能？就算我再傻再笨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你第二次。绝对不会。对，不会再被你迷惑，不会再为你动心，更不会再爱上你。你不相信就把我留下来，看我会不会为了你动摇。你说什么？反倒是你，怎么那么激动？难道说想重燃旧情的其实是你？重燃旧情？我看你是痴心妄想吧。话说的再漂亮也没有用，一切还是要看行动。你敢跟我打赌吗？赌什么呢？赌让我留下来，看我们谁先重燃旧情。先动情的人先输。如果你输了，就让我留下来；如果我输了，绝不回来。错爱你2次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。
我就跟你赌。但是在这个赌约结束之前，你只能住在这个公寓里。你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在我的掌控之下，手机要24小时开机，我才能掌控到你。还有，我有自由进出这公寓的权利，所有条件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就算你能控制我的人，但是你也控制不了你自己的心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嘛。好，我会住在这个房子里，也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。现在，你可以走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看着你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丝错觉。这就当是预约赌注。吴千语，你混蛋！